耶稣对门徒们说：“天国好像藏到地下的宝贝，人找到了，将伊收起来，欢喜地卖掉所有的一切，为了合家己。天国又好像一个找完美珍珠的城里人。”即找到一颗宝贵的珍珠，就可卖掉伊所有的一切，卖了一粒珍珠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各位兄弟姐妹，今日耶稣主的比喻啊，伊当天主的国度比喻当。这个宝贝，但是这个宝贝是埋藏到这个地下的。有个人拄拄好都留这个地，了推着这个宝贝啊，真欢喜啊！了就卖掉伊所有的物件，出力来买这个地。所以就是因为在这个地下就是真多个宝贝，真值钱。意思是当有个人伊拄拄好，伊是对人生个意义，伊都想做咱有啥物意思，咱这个世界活来做，这个了伊都想伊都找，了拄拄好互伊误着，有信耶稣主个咱甲伊解说。啊，你爱找这个宝贝哈，你啊，就是爱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。哎，伊听了伊明白咯，伊真欢喜，那很有妙妙。所以古早伊个思想，古早个物件，伊拢放掉，啊，要来对耶稣来信耶稣。另外，耶稣主又带了这个比丘，带这个城里人，这个呢，伊是挑拣去找个啊。伊做生理人，伊是爱去找这个珍珠。了，伊是白话个人啊，什么才是好个珍珠？伊退也明白。即个就是当有个人伊做这个世界上，伊就伊是你定去找，定去找，爱使伊个人生个意义要丰富，所以。伊一心就是向上，一心是向下，那最终互伊悟着了。哎，耶稣主个道理，耶稣主个福音，伊听了，嘿，这是有影个，这是对个，这是宝贵个啊！系我就是爱揣这世界道理，我就是爱相信这世界宗教啊，所以真欢喜，揣着了，哎，嘛滴个揣准揣着了。也要放弃其他所有的物件来接受耶稣主，所以那个比如农村是个难单，咱那是会开咱个心，爱去听天主个话，了那是咱就真实有听到咯吼，就准咱家己有读这个，咱家己了推下行。那无奈的听这个圣经，就准啊准做啊这个computer 个哈，电脑个哈，拢准奈的家己去听，家己去做。有介是哎，咱个朋友教咱去，甲咱介绍，啊，咱不明白，咱参加这个读经个小组，要那个兄弟姐妹甲咱分享，哎，所以咱就准明白咯。哎，耶稣这个道理原来是这些。哦，往来耶稣做个，耶稣是做些教人，那应该就做些呢，带人那应该做些祈祷，那应该甲天主做些咩？啊，那未明白咯，咱人就把将一撮多揣宝贝个人啊，咱真欢喜，一心就爱去接受。古早人说关注个物件啊，世俗个物件啊，咱会容易放掉啊。咱在咱在这个世界上，咱是需要接触世界的物件，
但是咱个心若是渐渐掉落去到啊，一个世俗个物件哈，咱个心就无变开，向对天主向神。咱若是会放伊开，虽然世俗个物件咱有需要，但是毋是上重要个。咱若是会放伊落，放伊开啊，要天主个圣安一个来，咱就变真欢喜个去接受，要对耶稣主个福音生活去听。感谢大家，天主祝福。